现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人开始喜欢极限运动，他们往往都会寻找一些极其刺激的地方体验一番。事实上并不是只有人类会这样做，就连很多小动物他们也往往需要一些刺激的游戏体验。这不就一群猴子玩高空跳水，因太高不敢跳，正犹豫时被猴却突然伸出了一只手。猴子作为动物界一种非常调皮的生物，很多人对它的印象也是颇为深刻。它们不仅拥有灵活的头脑，甚至身手也非常矫健。不过这种生活在森林里的生物对于游泳这一方面研究似乎就不太那么精通了。这不，在国外就一群猴子似乎爱上了跳水这项运动，不过他们这次跳水活动却并不只是单纯的游泳，而是高空跳水。而感受到刺激的他们也在一次次不断的尝试。不过虽然有些大胆的猴子一次成功了，但是也不免有一些胆子比较小的个别群体。这不，就有一只胆子非常小的猴子站在灯塔之上不敢往下跳，而且犹豫再三还是不敢迈出这成功的一步。但就在这时，站在后面的一只大猴子却突然一巴掌把这个小猴子给拍了下去，随后这只小猴子也是完全完成了跳水动作。不过面对这样的事情，这只猴子似乎也是有些担心害怕，但是还是有很多猴子非常